現時就讀有參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家長，可以獲得每年由政府撥款16,800元的學券，用來支付學費。而教育局會對參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，無論在教學、行政、財政管理都會有所要求。不過，種種規定就令不少幼稚園經營困難。我先生要加人工，咁租金又加，學生就係收咁多噶啦，咁邊度有咁多多餘錢呢？呢間幼稚園每月收入